是我第一次跟这么多这么年轻的演员，对我来说是一次很新的体验，也是让我开始对今天的年轻人有一些新的认识。本冰天他的那种信念感，他的那种强烈的主动的愿意进入到角色当中的，甚至不愿意从角色里出来的那种信念感，也还是让我很感动。宋祖儿也是非常非常小的年纪，他让我很吃惊，当他第一次在我的镜头面前，当他第一次开始演绎这个林可颂这样一个人物的时候，他的表演能力还是让我很吃惊的。他甚至比很多很有经验的演员都更了解表演是怎么回事。